不需要一些特定的环节？不需要，能省略的我让他们全都省略了。嗯，需要带戒指吗？当然需要了。那戴完戒指需不需要吻未婚妻啊？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想过。你离我近一点。如果我问这么仔细，会不会尴尬？应该会吧。你把眼睛闭上。闭上眼睛。嗯。快闭上。欧巴。